啥不能在球场说，还选茶馆，真老套。小姐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我找君夜。好，里边请。好，谢谢。你看啊，我们俩才貌和家世都很登对，你就应该喜欢我这样的人。你不会真喜欢苏乃夏那样的吧？小姐，就是这儿了，谢谢。你来了。啊，你坐这里。嗯，很好，我刚好有点渴。苏乃夏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你！哎你，所以你没来就是跟他约会？约会？和他？你想多了。那你们在这干嘛？你又不接电话，给个理由行吗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了。今天事发突然。哎，我跟君夜干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难道让我遇到了狗血的豪门偶像剧剧情？我知道了，他跟他是门当户对的相亲对象，他不喜欢他，可他对他又贼心不死，所以要拿我来做挡箭牌，无情地断绝掉这个女人的痴念。想我帮你啊？行，以后必须每次都准时参加训练。成交。不过你在我这儿已经没什么信用值了，你必须得发誓，如果你再放我鸽子，就会变成秃头，永远没有女孩子喜欢你。